我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哭过，就是我父亲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哭过。再来就是那一天，因为那一天是我最伤的时候。我做善事做到被抓走。这一片一片都是我们的爱心，这两天我们都是送，这里要留给哪个学校哪个学校，在每一箱每一箱哈、哦、要给谁的我都知道，要给谁的发出去的人都不知道，我没有卖坏到，我没有卖钱，而且我自己还招标招了很好。他就是说他要拿100万来买这42,000个，说他要用，他我已经决定要，就是要分享给我们台湾的人民哈，让大家有一个现在这个危机的时候哈，有一个正能量，来鼓励大家这样子，那我就把它拒绝掉。我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哭过，就是我父亲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哭过。再来就是那一天，因为那一天是我最伤的时候。我做善事做到被抓走，而且后面我的厂还因为这样子被人家取消。吃饭的时间有休息的时间，可是我们愿意挪用一点时间来多做一份口罩，那我们多做了一份口罩，外面的使用的人就多了一份安全。我们自己拆解普通药用的口罩，然后下去画板、裁布、研发，一试再试，试了好多回。产品大概有口罩跟口罩套，产能大约500。那因为口罩套的制程稍微繁复了一点，所以约450个。吃饭的时间有休息的时间，可是我们愿意挪用一点时间来多做一份口罩，那我们多做了一份口罩，外面的使用的人就多了一份安全。